你已经开始喂鹅了？没喊我一声啊？开始喂鹅了，他也不喊我一声，这会还是我自己听见了呢。哇！鹅都去吃了，你还有几个别的鹅还在这儿趴着呢？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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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包包去撵鹅了，包包去撵他们，去上包包撵他们去吃。鹅现在都已经喂完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换一个地方喂鹅，就是放到这前边了，然后没放后边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就是鹅吃完之后，它要跑到那边去喝水。我们家鹅这个月月末吧，就要把它给卖了。你看这鹅现在长得都还挺好的。天马上要黑了，准备开始把鹅给捐进去。今天就不往那个鹅舍里边捐了，捐到这外边吧。我去把那后边的给撵过来了啊！啊，那后边撵过来啊！对，把后边撵过来。我去把这里边的鹅给撵撵，小吉撵这前边的。走走走走走，走啊，走！哎呀，怎么倒回来了？两波鹅都撵过来了，现在鹅大好撵一些，稍微一招，哎，去去去去，嗨！走走走走走，我是跟小吉在外边撵，不太好撵吧，它不进去啊，口太小，门太小。我把这给堵一下了。天一黑，这鹅都不好撵，一直打转，就是不往家里边去。嗨，得把这给堵好了，不堵好的话，要不然黄鼠狼一钻就能钻过来了。每天圈完鹅之后呢，都要检查一下，尤其是这边边角角的，有个缝，黄鼠狼和山猫子能钻进来。